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萌鹿玩具斗罗大陆。来到最新剧情，史莱克学院在魂师大赛战胜了武魂殿的黄金一代，这让武魂殿的神话破灭了。而随后史莱克七怪也是分道扬镳，定下了五年之约。在五年之后，武魂殿黄金一代的实力又如何呢？这其中就要提到邪月了。在魂师大赛上，邪月就已经是52级的魂王，可以说遥有领先史莱克众人，但是在五年后却只有61级，远远少于史莱克七怪的提升。要知道，戴沐白五年后已经达到了63级，那么为什么邪月作为武魂殿天赋出众的黄金一代，在五年中修炼这么慢呢？其实，在魂师大赛后，邪月就被举鬼斗罗扔到迷踪大峡谷修炼。按说邪月在那样的环境中，应该实力提升飞快，但是结果恰恰相反。在最新的剧情中，胡列娜的一席话告诉了答案。虽然黄金一代都在迷踪大峡谷修炼，但是他们在里面修炼的同时，举斗罗每天都会在暗中保护他们，这让他们不会真正体会到濒临死亡的威胁，所以实力提升的慢也就在情理之中了。胡列娜因此才提出独自前往杀戮之都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。